不叫。繁星的仙草，野草之前是黏的，炒完就变温的。对，黏糊糊的感觉。那是错的，我知道的。这边是好像中国都是出台的。玉米跟莲子两个刚好是属于比较偏凉性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炒到透，再炒到它焦黑。这是冬蜜，在炒什么？秘制甘草。这边有股焦香味的，可以了吗？好的，加点到半拉丝。这蜜好了，我要再加水下去，用文火，不能用这个大火，这样不断的烧。到后面炼完草，让它焦掉。这要炒好很多，然后起来不连锁。你们做这个做多久？清朝1842就开始，传下来第七代了。这个声音出来说明是干的。对，好香啊。这个陈皮，这个有25年了，平常也可以当做泡茶饮。能蒸，只要需要去杂质就可以了。这种都是手工活的。金桔干，去籽去掉，这种是纯野生的。这个肉桂啊，有一把料。现在要烤脆皮。对，这要烤多久？半个小时吧。烤的时候要不断的换，这个是决定它的火候是最重要的。烤下香味就出来。对，陈皮一定要选择这种越久年份越好。脆皮脆皮。头菇、野生小金桔、薏米、白扁豆、人参，总共是有几种？24。因为我们永春呢，早期很多都是华侨，到了马来西亚、印尼啊这些水土不服，我们家是世代开那个中医馆，就给他们调配了养皮散，让他们带到国外去。这个是155的，哇，好细好细，一个猪肚15个蛋。对。加少许盐，加一点白油，然后打到今年才会嫩。养皮蛋要放几包？温开水，加个5包，可以多加几包，放温搅拌今年，倒入跟那个鸡蛋再混合。这个养皮蛋什么年龄不能吃的？老少皆宜，除了孕妇。我们都是从坐月子开始吃的，要用温火先给它鸡蛋凝固的。定型了吗？差不多了，就可以放大火，炖一个半小时就可以了。平时生活中煮饭煮菜都可以放的。可以直接冲泡开水，我们最经典的是用米汤，也可以下去炖猪肚。它跟肉类都可以组合，直接吃也很香甜。早期都是眼销海内外的。养皮蛋有保质期吗？18个月。我这个是有去参加那个美食大赛的，本来不想去的，结果一去还得奖了。可加没？嗯啊，不叫。这一款是儿童款的，它可以泡着当饮料喝，也可以煲汤炖肉等。这样一盒是30包，早晚各一包，1包5克。温水呀、开水呀都可以，最好用米汤、牛奶也可以。想喝淡点，水多加点；想喝浓一点，水少加点。甜甜的，带有一丝丝苦，这苦不明显。早餐起来，这个泡一杯喝很爽，甜也不是很甜，淡淡的。